SHE 成员也有两人嫁作人妻，独留黑笔田馥甄单身一人。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他，认为自己生活圈太封闭，也不急着寻觅对象。在娱乐圈中，黑笔也有过几个绯闻男友，可能是受到感情的伤害太深，以至于黑笔在面对感情问题时总是拒绝回避的，于是遭到网友猜测黑笔是否断背。近日曾与张惠妹经纪人钟若涵有过一段6年情的黑笔，在与前助理廖慧辰的恋情无疾而终之后，又再度重返钟若涵的身边。台湾某周刊于日前直击黑笔带着旧爱钟若涵相约看亿万豪宅。今年收入粗哥渴望突破新台币2亿5千万的黄金剩女，开着车子带女友看房子，看来复合之后的两人有可能升格成为同居情。不但女人缘很好，黑笔也不乏男性追求者。前不久林俊杰在演唱会上向他倾慕已久的黑笔示爱的一幕引来一片欢呼声，不少歌迷大赞 Gigi 有爱，10年前就听说他暗恋黑笔，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爱着，真希望他们能在一起。但是面对为了自己单身2年的林俊杰，黑笔依然没有表示。如今被拍到与女旧爱复合，看来 Gigi 真是白白等候了。